好了，看一下这两台精灵3A 跟 V Pro，包括刚才卖的一台 3S，还有一台 4P 2.0，其实很好理解，几百块，1000多、2000多，然后那个是4000多，可以说很多人迭代也是这个顺序这样子叠上去的。好了，这里我们直接来试飞这个 3A 了，现在05秒开试衣，05秒开的机，我看一下它多久可以把 GPS 给它收拾好。好了，它大概只用了也是30多秒。只能说，确实这边信号确实好。来飞一下，这里是已经刷新好返航点了。啊，3A 的话，咱们要求也不高，随便给它飞个200-300米就行了。还有一样啊，往那个方向去，先让它原地升高。好了，升高的过程中可以当做是热一下电池。好了，看一下，3A 的姿态也是很不错的，现在也是有一点风的状态，你看。它也是机身保持一点倾斜，来保持这个悬停的稳定。随便飞到那边去看一下吧。好，最后一台就是 V Pro 了。